各位观众，欢迎来到 CBA 十四轮五加球第五，菲尔德中锋助攻后卫啊！我的天哪，太漂亮了！指哪打哪这个传球，一个空中拉杆折叠上篮。第五球，第四球，布莱德索抢断。后转身，极限拉杆，天哪！一个优雅转身，折叠闪躲，从容不迫，直接拿下两分，打到对方找不着北啊！第三球，雷蒙，哎，抢断。抓住别人的失误，一个背后传球，真的太有想象力了，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。队友示意稳稳打进两分。雷蒙导演送上的一出好戏啊！第二球，安山保罗背后传球，队友接助攻，不用看人的背后传球啊，太秀了。为啥赵继伟的传球潇洒写意？因为在赵继伟的记忆里，第一球詹姆斯天津老詹啊，天哪，直接飞起来，有点湖人老詹的味道呀，让篮筐感受一下天津詹姆斯的强度啊，非常的漂亮。